你在我家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在里面拿什么东西？我没拿什么东西，没拿。你想干嘛呀？你快给我放下，给我出来！我在擦东西。给我出来！快给我出来！出来呀！我不是让你回去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，我刚看到你那个碗都没有洗，然后我洗了碗，然后那柜子里面的东西也太脏了，我帮你整理一下，太脏了。我让你洗碗了吗？我这的碗我没有手啊，我没有脚吗？我没有手吗？我自己不会洗啊。让你回去了，回去了。你怎么又偷偷的过来了？难道你忘了去年我们两个是怎么过来了的吗？你现在说让我走就走了。不是木兰，我也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你爸爸天天给我打了一天，给我打好几个电话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木兰。我知道我爸爸不喜欢你，但是你可以跟我一起努力，让我爸爸喜欢你呀！你为什么非要让我走呢？木兰，你还是听体部劝一下。体部我家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你看黑不溜秋的，我真配不上你木兰。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回去吧。我根本不在乎你有没有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你回去吧好不好，木兰，我真求你了。我不走，我不会走的。你忘了我们两个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爸爸天天一天给我打好多好多个电话。我知道我家本人就是这样子的，真的。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，也没有什么背景，也没有什么能力，我配不上你木兰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子，我希望了你好好的回去陪着你爸爸妈妈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再找一个比体部更好的一个，好不好，木兰？你真的那么狠心吗？体部真的配不上你。我为了你，我放弃了一切。你真的要让我走吗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没有做错什么，是我错了，木兰，都是体部的错。我对不起你。我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我甚至是跑到农村里面来了，你现在让我走。不要这样行不行？不要赶我走。我真的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让我走？你走好不好，木兰？你快点走！快点给我走！你为什么让我走？我不能离开你。你走不走啊？我不走。你快点给我走！快点给我走！你快点给我走！走。